大家好，我们是 BTS 合唱团。大家还记得这面墙吗？五月七号那一天，有人五味杂陈的心情，然后在上面涂鸦，然后好朋友上又来了。我今天啊，因为我最近觉得有一首歌很好听，它是单曲配唱制作人，然后这首歌有中文、日文、韩文，对不对？那因为两个都会讲日文，所以呢，这是月老的主题歌，如果可以。对。那你帮我验收一下。哦，今天练好了。我不算练好。但有想练一下。对，你看一下对不对？好。这边这样弹对吗？对。好，我觉得我自己练一下好了。好。最近不是有一首歌叫《暧昧关系》？对。因为你知道现在疫情，大家都不太敢出门，我们要用音乐陪伴大家。嗯。那《暧昧关系》很好听，是某一个剧的主题歌。对，是《基因决定完》里的插曲。你自己写的对不对？对。可以唱吗？哎，没有，我跟 Jerry 跟一个叫 Jumbo。你愿意唱给大家听吗？免费。可以啊。该怎么形容这种恋爱的激动，像是做梦，脑袋放空，要如何轻松看到你就要发疯，神魂颠倒，暧昧关系顺着他走。你刚刚不是要那个？为什么？因为太好听了，我已经分心了。嗯，对。我觉得我练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不然这样好了。其实如果可以，不是我写，我是单曲配唱制作人。谁写的 ？Jerry 跟文里安，然后今天找了一个很会弹奏歌的人来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空可以一起。Jerry 是谁？哎，鸟哥。修理我的不是修理，没有在看我弹的歌。你们在练那个吗？对，我们在练日文版的。这个就是我被 Sean 修理的很惨的。不是，我觉得你很厉害耶，因为我其实被这个日文吸引了，我觉得很好听，我就叫他写和弦给我。那我们主要是疫情，他演唱会是九月嘛，还没到，然后这段时间我们趁着我还在台湾的时候，可以一起唱歌给大家听。Ready？OK， 好。月老的那个日文叫做阿卡伊多，阿卡伊红线，哈、好，来喽，せーの。对，
你知道这写不太好。我的词写的程度大概跟 B 姐的吉他弹奏程度差不多。那我分析一下，他刚刚在酸我吗？第一次见面，还不错啊，真的比。我是小孤单歌手，他这样对吗？相接在一起。其实他配上这个，其实呢，我说我们词这个词写不太好的，是有一个原因。我们押的韵，对一般很多大众是有困扰的。你看哈，想念一个不想念我的名字，这不用卷舌，但是很多人就明知明知故犯。我的快乐在你像十二度迷思。不切的气氛唯有你的音质，操！有时候要想一下啊。紫跟纸，紫跟纸。有些人会那个。对啊，这是不能的黄粗。水珠。快乐是种不会失眠的猪。水珠。猪。那个爱情是和平的羊。羊猪。这个。Difficult 很高级啊，高级，很高级。这首歌刚好六个和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我准备在旁边，你在旁边就 feel 啊，弹一些这种的，然后副歌很简单，到时候可以一起唱。好，副歌可以一起唱。歌词在这边，大家可以一起唱。Thank you.